要出发了吗？到了，在我们下面哦。好啊，那我们出发了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哎，我的娘嘞！哎呦，干你娘！救命哦！哦，那很多怪吗？很多怪，很多怪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很好闹，哎呦，很好闹。是，没弹药了，我跟他砍吗？我觉得不要吧。哎呦，敢哎哎！哇，你很敢嘞、欸！他咬你，他抓你哎、欸！哇！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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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上去一点，让车车让那个飞船打。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哦，你这个怪怪的哦，你画皮寄生感染越来越高哦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在上升哎、欸。对啊。没事啊，我没事啦。来来来，你先。67嘞。不是啊，开八嘛你。你是你比他更高。我比他更高哦。哇，你才是哇，你是。哎、欸，我有哎、欸，我有，我有干。我被喉咙不可发声。我马上注射一下我自己。那我去找那个尸体喽。有了有了，你看，马上就清楚了。我们还有吗？我们没了，我们没有皮虫进了。大家等一下，刚刚最后一个了。对，刚刚最后一个了。哎、欸，报告。哪个大概就？对，我身上有枪哦。哪个要变僵尸了？哪个要变僵尸？哎呦，等一下，我们这边，我正在损伤200%。我真死掉了！他变怪物了，他变怪物了！我死掉了！我变怪物，我站起来了！怪物，这是怪物！不是我被我原本拿手铐弄他，然后被弄到自己啊！哦，啊，你不要，你绑到你自己啊！大才是变奶哥了！大家好，他不是奶哥，我觉得肌肉无力，他血量嘛一直在回嘞！天哪！奶哥要灭团！大家好，我是奶哥。滚出去！我把他带出来了。我要死了！我下去了。我晕倒了。我把他隔离了。我把啊，靠！我隔离不了他，他会开门，太强了。啊！不要紧张，我又回来了。被复苏。我被大家好，我是奶哥当狗啃了。他怪被感染了，50%没了。我们这宛如生化危机瑞珍的伊尔。我把船长丢出去！快点！好妖啊！他怎么爬过？哇，这个画面跟恐怖电影完全一样哎！让我来了！他在咬我吗？他咬你啊！他咬你啊！他咬你啊！他卡在你身上一直咬呢！哇！哎呦哎呦！看哇，阿瓜在外面扭动，好恶心哦！成功把他拍死了、欸！赶快开船，赶快开船！快点快点，我、哦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！快点！哇啊啊！我刚把奶哥砍死了，就两个奶哥啊，奶哥又回来了、啊，奶哥真的奶哥又回来了！我操，回来了！我操，好强哦！因为你死的哎、欸，干好强哦！他打不死他只能打晕哎、欸！完了，这个就是那个。我没有打死我了，看那就是那个有一个很经典的那个作品叫什么？啊！也是喷他啊！去死！那怎么什么突变的忘记？突变第三系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吐了一个奶，一个奶哥灭去。你把拔出来！碎！哦，收开收开！去死！哇！哎呦！我敢突变第三型！哇，你英勇牺牲欸、啊、你怎么站起来？你怎么怪怪的？你怎么反而怪怪的了？可是我要死了、啊、可以了可以了，被烫死了。可是大家有多少死？有了，我们的哈瓜舰长回来了。哈瓜舰长，可是我们的 NPC 看起来也中毒欸。对的，真的欸，我们的 NPC 嘴巴在流血。哈瓜舰长，他咬你了。哇，哈瓜舰长，我靠，他追出来欸。哇，哈瓜舰长他好像服那个欸深海生物欸。高舰长，你要跟他拼命呢！哇，你再来一个巴克！对啊，他醒来了，他醒来了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，他醒来了，他醒来了，他醒了，好恐怖哦！我干！哎呦，我干，这个比恐怖片还恐怖哎！他来，他来，他来了！有，他要晕了，他要晕了！你帮我焊接门吗？啊，我这边超冷，太有默契了，太有默契了。哈瓜哈瓜，我被哈瓜电死了。
我救你。哎呦，又在树人趴，在我身上大便。哇，树人趴，树人趴。哎，上面撞到了，完了，我们潜水艇上面又爆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，我完了。哇，整艘船出事了。完了，哈瓜在水里心肺复苏。哈瓜离船越来越远了。终于知道这艘沉船怎么来的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来的。好了，哎，还有，他游进来了，跟着还游进来了，这么强啊！我操！鱼叉枪有鱼叉枪没有鱼叉？哈瓜也来了，哈瓜也来了！哈瓜！你不要敲我！这个，这个太硬了，我们兵败如山倒。靠边！NPC 在干我耶！我操！我操！NPC 在朝着你暴打！安全官，过去！我干掏枪了，掏枪了！安全官给你，安全官，安全官给你！手掏出来了！先嘟嘟嘟喽！电力供应不足，电力供应不足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！电箱坏光，你要自动，你要自动，不要动它，不要动它！过了。我的工程师，你是啊，工程师第一天上天换班都会这样啊。猫同志，不要再把我的电箱又没电。哎，不是呢，他这个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他这怎么会这样？一直跳电呢？我听起来好真实，好好笑。鱼叉吧。哎，又烧起来了，烧小了。哎，又烧起来了，为什么啊？我靠！等一下，为什么要烧起来啊？猫康，你要害我的电箱坏了！猫康，我想说，等他跑到零趴，我再换，比较省。这样会害我的电箱暴扣耐久度啊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事，没事。维修兵，维修兵，我有修改，修改。哪里哪里？兄弟兄弟兄弟，猫康猫康，你怎么站在火里？你好强哦！哇，你很嗨、欸！有吗？我们现在可以动了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休息一下休息。三个都失败。不是啊，我看我后面在抽啊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我在帮你看。哦，欸、奶哥在敲敲哎，哇靠！有偷敲靠背。我们最后有了有了，我们现在最后这两根了。可是他哎呀，烧起来烧起来！什么在冒奇怪的烟？哇！灭火器灭火器！等等，不要玩这个职业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这个船的问题啊，不是你的问题啊。不然，等一下我来当了。照理来讲，照理来讲不会一直这样跳啊。对，这不是正常。欢迎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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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杀。如果你不考虑不稳定的发动，消耗巨大的反应堆和过时的武器的话，欧卡级潜艇是冰洋中的迅捷之王。有啊，这说不稳定。原来是个，哎啊，原来它上面写的是真的，是真的有它的道理。我当舰长，我当舰长。舰长，你看这个加油棒，加油！打个是我的比较大把、欸。怎样怎样？我们来看谁开枪速度比较快啊？欧飞啊！来，船长，正上方，石头，石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桥了，我在桥了，我控得很稳啊！哎，上面怎么冒烟啊？啊，怎么他妈进水啦，兄弟？你撞到了，兄弟进水啦！各位弟兄，各位弟兄，我现在要溺死了！船长，船长，船长，船长昏迷了，船长，那船长人呢？船长内急了，完了！船长内急啊！船长有怪你没讲啊！上面漏水，上面漏水！啊，他缺氧了，他缺氧了！回家！天爹！我现在要一直救他！船长要复活了！A few moments later. 为什么开把门？喂喂！啊啊！跑去哪里呀、啊？我复活啦！
哦，我看到奶队长、奶船长、奶那个奶队长的乱射啊！奶队长打鱼啊！我看那个鱼可不可以打、啊？那你射击之前你要呈报上级啊，混了！船长，我要射击喽！啊、哦，可是我已经射完了。我射。你这要手动啊，船长。知道。报告船长，奶队长想要偷摸你的一幕。我感觉到了，奶队长滚开一点。猫队长，啊不，猫同事，你看一下你前方什么东西？他都是队长，干。是啊，这个都这样子了，为什么他不会卡进去啊？终于终于，太神了吧！哦，伤受伤，全体人受伤受伤。报告舰长，奶队员在骚扰你。哦，什么东西？谢谢康同志，感受了出来。乱讲。不是啊，那我们现在有个小丑正在弹中。啊，人家小丑啊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保安队长。队长，你没有，那你包屁啊？不是啊，你什么身份做什么事啊？你如果是小丑，我就让你做小丑的事儿。他身份是小丑吗？警察？是啊，他是啊，你看看他的脸，你看他全身上，他看起来像小丑，闻起来像小丑，尝起来应该也像小丑，还不是小丑？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下，有一个小丑的存在，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吧？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继续往上，继续往上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很近很近，继续往上，哦、你要看到了，你要看到，我看到吗？对对，你要看到了，你要看到，我、哦、看到，我看到，哇、哦，我回来了，我的船又在沉了，船对船在动，你小心，你可被压死哦！啊，奶哥扁了，奶哥卷进去扁了，不要紧张，我要回来了。哦呦，奶哥真的回来了！大家有看到吗？奶哥回来了。